被牵结。被牵结是在绳子中部做一个日字形的绳圈。绳圈上半部分从下面的绳环拉出，收紧完成。被牵结是利用绳索的中间部位作为绳圈，它原本是用来驯服野马的道具。在使用绳索拉重物时，人们常用此结作为好几个绳圈，然后再把绳圈套在手腕或肩膀上作业，因此被牵结又称为人力结。古时候军队移动牵引大炮时，也是利用被牵结达到目的，所以也叫炮兵结。